谁敢召唤我？欧丁，你别想永远躲在英灵殿里。 这是怎样？外来者想阻止我，我欠你很多，但我不能容许你阻止我寻求正义。我让你选择离开这里，否则就死。 祖先会赋予我力量。
西格林，你一定要克服黑暗，我相信你做得到。可是，母亲，我要为你报仇。西格林，复仇无济于事，你的族人需要领袖，你死了，灭朝不就完了吗？不，我绝不让恶魔。 控制我！原谅我，埃伊尔。我意志坚定，我绝不会退缩。 神圣的埃伊尔，我到这里谦卑地请求你原谅我的作为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正义裁决。幸好你回来了，仔细听好，你必须担起统御众人的责任。我现在宣布你就是神谕女王。什么？我犯了那么多过错，根本不配统领我们的族人。 你已经证明自己有克服恶魔的力量和意志，其他维库人都做不到这件事。我终于知道我所遇见的是真的了。你注定要团结灭朝，对付燃烧军团。你能放下疑虑，为族人完成该做的事吗？我会的。 就算要牺牲生命，也要再次统一灭朝，然后把燃烧军团从这里赶出去。好，西格林，站起来！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灭朝的神谕女王。看来你是对的，外来者。谢谢你帮我找到属于我的路。 很高兴见到你，勇士。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您是我们最后的，也是最。